好，我是何永芳，是轻安村的绿建活动大使。你幸福吗？我觉得幸福的定义就在于健康、轻安和喜悦，是身心灵的全体健康。因此呢，我除了注重自己的饮食以外呢，我也喜欢运动，也喜欢环保，也喜欢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推广。我平时呢也很喜欢做瑜伽运动，瑜伽除了能让我保持苗条的身材，也可以帮到我四肢伸展，也助于冥想，减轻工作中给我带来的压力。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，我也不用化学洗洁精，我只选用纯植物的，用水果跟蔬菜发酵制成的洗洁液，它既不污染环境，也不危害健康，让我在家里感到非常的放心。我也喜欢吃有机素食，以无农药污染的天然食品为身体做自然排毒及营养的辅助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轻安村，品尝了地球村厨艺坊的素食。哇，这边的素食味道真的很好吃哦。轻安村呢，除了美味的素食以外呢，还举办很多的活动，包括八个健康领域的课程。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，可以过一个身心灵整体健康的幸福人生。永芳在这里祝福你们。